欢迎收看《街坊突击队》。相信大家小时候一定都有看过台湾超经典的动画《魔法阿嬷》吧？一句“把你阿嬷卖掉”，就会让你想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。今天就由韩老师出题来考考大家，到底谁才是最了解阿嬷的人？豆豆刚到阿嬷家，一直大哭要找妈妈，阿嬷只好一直逗豆豆开心。请问阿嬷没有做下面哪一件事情 ？A. 跳绳 ，B. 弹乐器 ，C. 带章鱼 ，D. 跟西罗。跳舞，三二一，可以。B， 什么带章鱼？我根本听不懂。全答都很合理啊，跳绳、弹乐器、一幅画嘛，对不对？章鱼有，带章鱼。答错。下面位，二一，还是已经。猪啊，跟西罗跳舞。他是跟西罗还是骷髅跳舞？他没有跟任何人跳。该不会跟那个冤亲债主？不会。嗯。夺冠了啦。请问阿敏缺了哪一颗牙？好难的。A 门牙 ，B 虎牙 ，C 臼齿。猪，它没有缺牙。臼齿是哪里啊？后面的。智齿啊！没有。三二一，阿肥，门牙。是吗？是吗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题有争议，他没有画那个格子出来。他没有画那个格子，他只是相对位置。那门牙，其实没有正确答案，但是那个感觉在。你感觉对就对，哇，还有三大王啊！我觉得是虎牙呢，我虎牙就是长这么重，也不行吗？这题把它剪掉。请问阿明哥哥，他的脚踏车坐垫是什么颜色？A 黄色 ，B 绿色 ，C 黑色，猪不装坐垫。猪猪，从到尾都没有坐垫。相信我，谁也不痛啊。对他没有，他说他不下来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三二一，阿肥。他也会，没有，我也没装下来。没有人绿色的坐垫。对啊，不能装绿色的坐垫。可以戴绿色的帽子，为什么不可以用绿色的坐垫？奇怪哎。戴好。都歪了，黄色绝对是黄色，因为那部颜色真的都偏黄，连人的脸都偏黄。是阿嬷偏黄，受到上火啊！答案哎，黄色。请问豆豆在使用了五雷印的时候说了什么话 ？A 哈 ，B 哇 ，C 呀猪啊 ，C 是什么 ？C 是什么 ？C 是呀呀，韩剧啊，对啊。三二一，龙仔。因为要鼓什么阳气什么之类的吧，我记得有这个。A 哈，他们也可以吐的。答案是 A。好，请问魔法阿嬷的英文片名叫什么 ？A. Magic Grandma。B. Grandma and Her Ghost。C. Harry Potter in Taiwan。D. Telepathy Kid。翻译。猪的翻译是什么？超能力男孩。二一，还是牛仔快一点。怎么会？自己太瞎了，但是有可能，搞不好他们就是要给外国人知道说，哎，对不对？二十几年前那 Harry Potter。1997年就有。我觉得应该是 B， Grandma and Her Ghost。我觉得应该是 A， 浅显易懂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答案就是 B。你知道 A 会变成怎样？就是阿嬷拿一个扑克牌在那边。还是我们三个全部都来学一次，最像人加分。其实最后一题有什么？早说，为什么不早说？我先其他段，我先不学。哭了。你认阿嬷是小学哭了吗？记得吗？对题。请问阿嬷在剧中她真正的职业是什么？雨季卖鱼丸的，真的啦？不是道士吗？才不是道士，正职哦，正职哦，道士，道士不能当正职哦，你是什么言论？道士，我告诉你，赚的可多了，是鱼丸啊，他都不在那端盘子。恭喜答对。小扁在片尾的时候又被压扁了第二次，请问豆豆希望小扁投胎后可以变成什么动物？我可以演字。豆豆对，像我就这样。豆豆他坐在那时候坐在靠窗边，小扁他这样子飘上来，哎，豆豆，豆豆刚才说小扁就是你，拜托你去当小鸟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小鸟还是鸟？还大鸟？你说是哪里？谁在？总在。没有，就是鸟。他说的是鸟，他没有确切讲。你确定他没有确切讲吗？制作组有那么不用心？有。他是小鸟。请问寄生在坏骷髅上面的坏鬼是被谁封印在罐子里的？就阿嬷啊，不然啊，如果不是阿嬷的话，难道是阿明吗？阿嬷的老公，阿嬷的阿嬷，阿嬷的爸爸，阿嬷的弟弟，阿嬷的妹妹。刚刚那个最接近。阿嬷的干妹妹，阿嬷的干哥哥。找干哥来封印你哦，哥。哥，帮我封印那只啊！封印他啦，他弄我了。哥，封印他，下课去封印他。
还是我要直接解答？不要。阿嬷的骨功。的骨功。骨功啊，教功啊。阿嬷的骨功直接考。请问阿伯被赶入了豆豆还有阿嬷撞飞的时候喊了一句什么话？总共有15个字。啊，对不起，14个字。啊，可是我只有一个字哎。阿伯会讲什么？并没有。好了，准备。有人在飙车，那有人在飙车耶。前面还有，要修哦。很台湾味，但不是。真要修，要修，真要修。好，我讲这三个字。那，小娜娜。阿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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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肥。是的，不然会飙车，那有人会飙狗的啦。好像哦。完整答案。可以啦。完整答案。请问阿贝被撞飞之前，他正在唱一首歌，请问那首歌是什么歌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这样子，我是假贝贝，早上光，哎呦，这声音呐，不要飙车，那有人在飙狗的啦，他上徐佳莹版的吗？你想的也是真心买吗？我想的是一颗心。这张照片中，豆豆正在帮阿嬷搓什么形状的鱼丸？恐龙形状的鱼丸，他有这样子拿给阿嬷。那请问是捏哪一只恐龙？三角龙、异手龙、暴龙？暴龙吗？是说陪你去看鱼？答对了，这没什么好讲的。五雷音，阿嬷介绍绝招。阿嬷，一见镜头要吃五次。请问影片尾声中，牛头说了哪两句俗语？就这样。讲个一遍哦，听着学一遍。我好像知道哎。你说嘛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我要换出去。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我赌他错。好了，那算于记对了。莫以善小而不为，莫因恶小而为之。拍龙。这个呢，谁模仿的对象就可以拿到这一分。一号骷髅请准备，我要把你阿妈卖掉。很像哎。二号骷髅请准备，我要把你阿妈卖掉。你就有效果。这个音。特大号骷髅请准备，我要把你阿妈卖掉。我得分了吧？耶！啊，我小时候很会学的。我要把你阿妈卖掉。加分题，豆豆他打电话给阿嬷说，他暑假要回去看阿嬷，阿嬷就敲一敲那个厕所，一个都布满眼睛的鬼从里面飞出来。请问这只鬼身上唯一的配件是什么？一，语气比较快。真的假的？可是我不知道哎。语气啊！我猜猜看。猜一下。书包，我猜书包。书包。项链。准备。勾选。不是。帽子，不要挤嘛，帽子都戴歪了。加上加问题这一题，阿培就是我们这次的魔法阿嬷冠军。嘿嘿，经过一连串的考题，是不是都勾起大家心中的回忆了呢？大家对魔法阿嬷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戏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喜欢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我们频道，记得还要按赞加分享哦。我是街坊突击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